OPPO R15 梦境版图上渐变色真的很漂亮。OPPO R15 在本月1号正式开售，标准版售价是2999，梦境红售价是3299，桃色黑售价是3499。和普通版不同的是， OPPO R15 陶瓷黑采用了 3D 曲面陶瓷机身，官方表示由于高纯度的纳米氧化锆粉底经过72小时1480度高温烧制，50分钟 CNC 精密加工，370分钟双面研磨抛光，共计19道工序打造而成。配置方面， OPPO R15 陶瓷黑采用了 6.28 英寸2280×1080显示屏，屏幕纵横比位18:9，搭载的是高通骁龙660处理器，配备 6GB 内存加 128GB 存储，电容量是3400毫安，运行 Color OS 5.0 系统。拍照方面， OPPO R15 配备后置1600万加500万像素双摄像头，主摄像头 CMOS 为 MS519 全球首发，单位像素面积为 1.22 微米，光圈为 f1.7， 拍照更快，抓拍更准。前置方面， OPPO R15 配备了2000万像素摄像头，支持 AI 美颜，可精确采集296个人脸特征点，其搭载的 3HDR 硬件实时分级曝光技术能大幅度提升暗光环境下的自拍效果。